当时会选择是因为就读的学校的那个科系就是这个，就没什么好选择的。那那时候学校跟台北的电影公司有建交合作，就到台北去一点一点用实际操作的就开始在学。从当时高中三年级到现在其实已经很久了，外面的人看起来它像工作，但对我来说它像生活，因为我又没有公司，所以做的这些事情又是自己有兴趣，然后又觉得说这是我该做的，那有兴趣又觉得该做，所以就不会有那个，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，所以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因为如果有一些片子不受委托，或是自己没有什么压力，就可以做得更自在。做中最难忘的经验，因为我刚刚说了，它是生活的一部分。那如果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每件事情每个拍过镜头，我都觉得很难忘，因为记录的东西有一些过去就过去了。比如说我以前访问的一些长辈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了，因为他已经过世了。或是我之前拍过的一棵树，现在已经被砍掉了很多。那因为做记录的关系，都是在记录现在的。那这些景物或是人或是事情，久了久了，它可能会改变或是消失。或许是太多了，所以就不会特别有感觉，因为自己会觉得做这个事情可能接下来是会改变的，所以倒没有特别有什么有印象的，因为我说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